起码北京啊，南外嘛，向导部，南京，就是。真的是，第三车在后面的高站，高站，早啊！大姐，高站，高站，高站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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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变了！哎，啊，你还拥抱了，你还拥抱嘞，是吧？拥抱还对。啊，一车在这里啊，一车。一车、二车、三车过去了哈，现在都没用那个电梯，阿达阿伟还不让打。好，走，好，走，走，这一车，一车在这里啊，哎，对，在这里这一台，对，对，一车、二车、三车，这里哈，好，一车在这。啊，这边是一车过去哈，二车、三。好，欢迎欢迎，欢迎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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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回听后，好在，好在，好在。一车，一车，谢谢。好在，好在。好。好在，好在。早安，早安。啊，一二三，过去哈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哎，大姐，好在，好在，好在，我给他请客。好在，好在。啊，你无带阿咪来？如下民主来了，大炮姐，炮姐，来了，叫阳光公司两位。我是咖啡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把是，你好。哦，咱的这个吼，咱的这个身材吼，我们各位好朋友吼，帅哥美女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好，哦，我是人民幼儿园的秘书吼，啊吼，这哦，咱一般吼，这个坐游览车吼出去佚佗，我们是去登山，咱今天是要去这个山路会师啦吼，啊是要爬我们的这个观音山哦，真的非常非常健康的行程啊，那也很感谢大家为我们的这个。体育的这个项目哦，非常非常努力，大家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啊，那就真的和这个我们的会哦，非常非常的付出非常多哈，为我们的贡献非常大哈，然后就代表林炳欧议员祝福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哦一路顺利圆满，活动圆满的成功，好，谢谢大家。